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那么这次有这个美国的访问团来台湾，可是美国到现在连一个承诺说有人来出兵犯台的时候，他们就立刻出兵来保台都说不出口哎。我们要请教一下大使，这样大家如何相信美方的安全保证？我想这一团来会加深台湾的不安全吧。就是说，第一个他们也不是什么这个现职的官员，都是退职的哈。那没有什么重量级的，可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来只会加深两岸的不安全。因为去年十一月的时候，美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去了乌克兰，应该没多久以后乌克兰就打起来了。对啊，而且这一团来的，我觉得最主要目的哈，就是要抵消哈明天那个蓬佩奥那一团的来的功效。那么先来消毒，让这个蔡英文知道哈，现在在美国当家的。